水给恁等下会发飙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样再不能，我这边给恁啦。难道妇女防火宣导队是摕着一桶水来送予被帮的民众使用，同时向民众宣导一定要注意用火的安全？医疗系，好，大家用火哦。好，这，好，你看这，是不是记得？难道消防分队今仔日是出动二十位义消以及十位的妇女宣导队，在管区内公布不断向民众宣导，以及防火警意外的发生。我们今天是利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，来到这个墓地啊，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来扫墓的民众哈啊，能够不要乱丢烟蒂啊，不要乱烧杂草，然后要离开的时候记得把垃圾跟那个火源把它灭掉。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发生火灾。每年每逢清明期间，因为小金纸黑白灯昏头点点，然后造成火警发生的意外是常常发生。难道消防分队这次会加强宣导以及送水桶的服务，就是希望会当降低火警发生的可能性？大家在还是有传统的习俗，就是在烧在祭拜祖先的时候还是会要烧冥纸什么的，可是都会忘记要把整个火就是灭尽之后才离开，所以容易会发生一些火警。大概最近频率很高，我们有时候几乎一天就是四到五次的杂草公墓的火警出勤，所以还是要在这边要提醒民众，就是祭拜祖先的同时一定要把那个火余烬整个烧灭掉。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用心注意，就会当预防火警的发生。南投消防分队在这几天的清明连假都会在管区内公墓进行宣导，同时也要再次提醒民众注意用火安全，才不会造成灾害的发生。记者蔡采访报道。